TVB 视后胡定欣3月14日现身香港将军澳电视城参加慈善筹款节目《星光熠熠要宝粮》的直播。胡定欣已经一年多没拍剧，加上早前被拍到疑似送外卖，令人担心他在 TVB 的未来。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？其实我一直现在还有约，所以就是现在不用担心我，就是对啊，慢慢来。这么久没拍戏，胡定欣，你难道不想快点拍剧吗？有啊，其实过了头一，其实我有一年多拍完《包青天》之后，就还有做了那个舞台剧，然后就没有拍戏。其实说是一年多，已经开始很想拍戏，那个瘾已经出来了，就很痒。所以现在就是有跟公司在谈剧集的问题，所以希望有消息就会告诉大家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